生活的合法性。新婚是盛开的爱情之花，幸福甜蜜。然而，您将要面对的是社会与家庭的责任和夫妻之间应尽的义务。掌握和了解男女性生理知识和性交的艺术，施展性的特有魔力，对于增进性和谐、密切夫妻感情、稳定家庭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，也有利于社会文明、民族的兴旺及人类。精子和分泌。
与子宫角相连通，外端游离。输卵管为卵子与精子相遇的场所，受精后的孕卵由输卵管向子宫腔运行。每个女性的生殖器官的生理结构都是基本相同的，虽然存在着外在的大小、形状、颜色等方面的差异，但是与性功能并无关系。孙子女，旁系血亲是指相互间有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，凡是出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血亲，除直系血亲外，都是旁系血亲，在他们之间不宜结婚。婚前检查都包括哪些内容呢？婚前检查包括询问病史、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三部分。在婚前检查时，受检者一定要如实地回答问题，积极给予配合，及时发现疾病，及早的治疗，避免日后家庭悲剧的发生。我们了解到，一些新婚夫妇在新婚之夜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性生活的快感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新婚是性生活实践的开始，必然有一个熟悉和熟练的过程，没有达到预期快感或者失败都是很正常的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初次接触，男女双方存有某种疑虑心理和信心不足，加上过度紧张所致。那么，哪些因素会造成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呢？常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。一是怀疑自己的生殖器官发育不好，尤其男方错误地认为是阴茎的大小差异造成的，产生了疑虑。而女方则常常因为男方性高潮来得快，女方还没有充分的准备，尚无或很少出现分泌物润滑阴道，以致感到性交疼痛，因而怀疑自己的生殖器官发育有缺陷，引起了心理负担。二是怀疑自己过去有手淫习惯，影响了性生活能力而产生顾虑。应该认识到，凡是有过此种行为的年轻人，
只要不再继续，不会造成什么后果。还有一些男青年错误地认为，过去的遗精会影响性生活。其实，遗精是正常的生理现象，是不会影响到性生活的。有的女性朋友在新婚之夜，并没有出现落红的现象，而心情感到苦闷或者是失落。新婚之夜，新娘落红是世俗偏见中最为顽固的一种。用落红来衡量一个女人是否贞洁是没有科学依据的，也是自欺欺人的。处女膜是一层覆盖阴道口较薄的黏膜，膜的两面均为鳞状上皮所覆盖，其间含结缔组织、血管与神经末梢，中央有一小孔，孔的形状、大小及膜的厚薄因人而异。常见的是中间开口的环状形孔，这种处女膜可能在初次性交时破裂，还有其他形状的，如半月形处女膜性交时流血。处女膜的厚度、弹性有着一定的差异，有的女人甚至到了分娩的时候才破裂。还有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运动，猛烈的震动、重体力劳动等都会使处女膜破裂。因此，只有掌握了上述的性生理知识，照在新婚夫妻之间的阴影也就解除了。新婚性生活注意事项。婚后，夫妻间的性生活对于家庭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。为了使性生活和谐，首先就应该在共同的生活中不断地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。新婚时的性生活更应该预防蜜月病的发生，因为性交过程中可能会将一些病原体带入女性的生殖道，而使女性的生殖道的防御机能受到破坏而引起感染。所以夫妻在性生活前应该清洗外阴部，性生活后女方最好再清洗一次并排尿。性交频率原则上是以性交后次日晨双方不感觉疲劳为适度。另外，月经期应禁止性生活，因为经期性交，此时子宫颈口较松，子宫内膜脱落，宫腔内有疮面，容易造成子宫内膜炎、附件炎、盆腔炎等，继而造成不孕。性生活的生理反应。期待已久又令人忐忑不安的新婚之夜到来了，性生活实实在在地来到了眼前，此时也是人们一生中最动感情的一刻。兴奋期来自于性冲动的引起，一般男子性兴奋起始得比较快，女子性兴奋比较缓慢，因此夫妻在正式性交之前，双方应有充分的准备过程，才能使性生活和谐美满。一般说来，女子的动情区以外阴部为中心，包括阴蒂、阴腹和大腿内侧，其次是乳头以及唇、舌、颈部、腰部、臀部等，尤其是阴蒂最为敏感。性反应周期的内容。男方进入兴奋期表现为阴茎充血、膨胀、勃起、睾丸提升、全身肌肉紧张有力、心跳加速、血压上升等。女方的性兴奋表现是两侧大阴唇的前庭分泌出较多的液体，阴道充血，颜色深紫，阴蒂膨起，大小阴唇隆起分开，乳头坚挺，乳房增大，全身肌肉收缩，心跳加快等。
此时两性便进入交合阶段，即男性将阴茎轻轻地插入女性阴道。第一次一定要轻轻地，不要鲁莽，女子也要主动配合，不要躲闪。男性插入后即开始上下抽送运动，不久便会进入性高涨期，又称持续期。女性的性反应基本模式有三种。第一种，唤起缓慢，以性高潮为结局，继而有可能重复发生性高潮。第二种，平台期和性高潮难以分辨，即短暂的兴奋后即发生一系列相对较快的高潮，此型反应模式的特点是消退期很长。第三种，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女性的性唤起很快，而性高潮持久，继而急速下降，其性紧张性更强，生理变化显著。这一期间男女的性生理有着明显的反应变化，女性阴道显著充血而缩紧，产生了对阴茎的紧握作用，而阴茎抽送运动引起的快感使阴道进一步变长，阴蒂被牵扯，子宫位置上升，乳房进一步增大，男性阴茎继续增粗增大，睾丸上缩明显。经过有节奏的抽动，产生的性刺激愈加强烈。此时女性感到身心满足，呼吸加快，面色微红，注意力集中于阴道。而男性则产生强烈的冲动，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射精就不可避免了，这一阶段称为高潮期。男性随着射精过程的结束很快进入消退期，男性的性欲消退较快，阴茎迅速恢复绵软状态，而女性的性欲消退较慢。男女两性的最后阶段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，有些男子不注意女性的这一生理特点，往往结束后独自酣睡，这对女方性欲和情绪上有一定的影响。因此完成性交后，男方应继续采取适当的爱抚或交谈，使女方达到性欲的满足。性生活不单是一个生理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心理的过程，包含着夫妻之间的情感，没有这个基础。
的性交体味。还有立位、男女坐视、男立位等。凡此种种，只要夫妻双方感到性生活是和谐的、美满的，能给双方带来性的快乐与满足，何种性交体位都视为正常的、道德的、优生的必要条件。生育是大多数婚姻家庭中必不可少的选择。提倡晚婚与优生，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，提高民族的素质。新婚夫妇想要做到优生，首先就要掌握优生的必要条件。一、选择适宜的生育年龄。一些年轻的新婚夫妇结婚以后就想要孩子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从优生的角度来看，选择最适宜的生育时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年龄太小，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，如心脏、肾脏、大脑、生殖系统等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，尤其骨骼的钙化，通常要到23岁到25岁才能够全部的发育成熟。这时生育对身体生理的变化是会有影响的，但是也不是意味越晚越好。年龄过大，卵细胞发育畸形的可能性增加，也影响胎儿的质量，其妊娠期间并发症也明显增多。因此女性的最佳的生育年龄为25岁至29岁，最好不要超过30岁。男子最佳的生育年龄为25岁至35岁。二、选择最佳身体状态时受孕。男女双方身体健康状态最好时期的精子和卵子质量较好，此时受孕，受精卵子的发育也一定会好，将来出生的孩子才能够健康聪明。因为父母的身心健康才是子代健康之本。三、季节的选择。受孕季节的选择以夏末秋初最佳，此时蔬菜水果丰富。当进入易患风疹、流感等疾病的冬季时，已达孕中期，不至于导致胎儿畸形。分娩期正值春末夏初，有利于新生儿适应外界环境。四、保证孕期的营养供给。众所周知，孕妇要比平时需要更多的营养，以满足自身和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。缺乏营养，不仅孕妇健康受损，且胎儿发育也受到影响，尤其是胎儿的大脑发育，与孕妇的营养摄入是十分有关的。孕期除了对蛋白质、脂肪、糖需求外，像钙、磷、铁、镁、锌等矿物质、碘和多种维生素
胎盘或乳汁进入胎婴儿体内，使胎婴儿发生先天畸形或先天性疾病。如黄曲霉素可引起胎婴儿致畸或致癌。五、孕妇的疾病。孕妇感染某些病毒，如风疹病毒、巨细胞病毒、单纯疱疹病毒、弓形体、梅毒螺旋体等，会引起胎儿发育不良等，导致畸形，危害极大。六、重视产前检查。从确定妊娠起，要定期到权威医疗单位检查，不可随意游医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矫正。另外，在整个孕期中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乐观的情绪，也可以选择一些喜欢听的胎教音乐经常欣赏。坚持适当的活动，对于胎儿正常发育都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。一起抽出阴道。
掌握了上述性科学与避孕知识，你们将会无忧无虑地品尝生活。祝你们的生活快乐幸福。也提醒处在甜蜜生活中的爱侣，经常学习婚姻法，在今后的家庭生活中互敬互爱，赡养老人，爱护幼子，处理好邻里关系，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，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，幸福将永远伴随着你们。Thank you.